一直会叫立哥跟您做联系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我们是西门大车轮集团的。其实最主要的话是这时候还是以零星还有镜子为主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蛮多这种元素的。哦，包括像我们这些每一个包厢的取名也是依照我们，就变成它的包厢名称，我们就把它设定为这个包厢名称。哦，对，有这个荣幸去启用于它。希望你就认了。